双儿，赵叔，怎么了？你妈病了，高压180，早上还150呢。喂。哎，罗子聪啊，我是吴桐。哎，吴桐你好。啊，你什么时候把身份证给我呀？哎呦，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，对不起啊。啊，对呀，我得用啊。好，好，好，哎，我这会儿有点忙，回头我给你打过来啊。好吧，啊，哎，行，那等你消息啊。哎哎，拜拜。别催了，我一会儿就到。你跟他们说钥匙在我抽屉里边，不是，你别跟头说，你知道就行了。行了行了，我一会儿就到。啊，挂了。哎，小聪啊，你看这样哈，我看你挺忙的，你先走，我陪你吧，在这儿。没事没事，反正你也把我送到医院了，你忙你的去吧。啊，去啊，你放心，没放心，我在这儿呢，你有什么不放心的？啊，你等会儿。哎，密码是我妈的生日，别舍不得花钱啊，快点好药，有事给我打电话。哎，好，放心吧啊。闺女真不错啊，看看谁养的。哎，大前方啊，你不浪费呀，走个这么久车站吗？哎呀，怕你吹坏了脑仁。哎呦呦呦，行了，你本来脑仁也不好，再吹呀也坏不了哪儿去。哎，坐几站公交车，这还锻炼锻炼呢。走吧走吧走吧，你留着钱下崽啊。你们走吧走。浪费呀！一个人做浪费，两个人做就不浪费。去哪儿呗？啊，到同喜药房。好。哎，那儿离家里还有两站路呢，那多亏呀、啊，在那儿下。我说你这脑仁真被风给吹坏了啊！咱们俩要是空手回去，不买点药，那怎么跟小聪交代呀、啊？哦，也是。跟你比，我就是不行，你就是聪明，脑子好。好吗？好，这就是命不好。嗯，我就不爱听你说这个，什么命不好啊？你爱听的，我不会说。你今天这事儿啊，办得真漂亮。我怎么着？你看，我现在病成这样，你说小聪这么善良的孩子，说不定明天他就把结婚证给领回来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怎么说呢？要说小聪这婚事啊，我觉得还得是顺其自然啊。顺什么自然？顺个屁！你说他跟张华都顺了4年了，现在结果怎么样啊？你这孩子不懂事儿啊，这当妈的还就得把关。哎，我这眼神可准。吴桐啊，将来肯定会疼小聪。你别看他现在觉得我逼他，等到他们俩小日子一过好了。到那时候，他就会知道，我现在装病装可怜，那都是为他好，是不是？哎，不错，跟你说个事儿。你说。行了，别玩了，别玩了。你说。我跟你说，我车友会有个朋友。他呢一直玩赛车，想找一个好的这个汽车修理师呢，给他去看看车。他一跟我说这事儿，我马上我就想到你。行了，别玩了，说正事儿来。怎么样？啊？你让他把车开过来不行吗？不是，人家是客户，怎么能把车给开过来呢？你看你这话说的真是。行了。疼了？那我帮你揉揉来。没事，你说吧。哎呀，说正事儿，说正事儿。这个是他的地址，下午3点你去找他去，好。把事给我办好啊！好。修车去，修车去。
，boss 找你。boss 找你。这改的叫什么啊？这叫什么呀？啊，这叫什么？马，马。好，来这个呢？猴。好，来你告诉我这个呢？马猴，马猴，马猴。这就是那个色盲给我提供的灵感。灵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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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灵感。我告诉你，就是因为你不肯妥协，大好的机会白白让给人家了。现在喜忧动漫，我这头都拿下了。这个世界完蛋了。是啊，我的天才漫画家，我问你，你改改能怎么地啊？你改改能怎么地？会死吗你？当然会死了，这是我的作品，我要保持它的风格完整统一啊。你的作品？对啊。哎呦，吴老师，我敬爱的吴老师，你可千万别再提你的作品了，好吗？当初就是因为我太相信你，现在满仓库里堆的全是你的小骆驼蓝梨，你让我卖给谁去？你让我卖给谁去啊？我告诉你，你自己想办法，尽快把那书给我卖出去，否则你给我滚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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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滚！滚！看什么看？在这儿吗？啊，林峰啊！啊，赛道里呢。这家，黑色这家就是。谢谢啊。哎。充车呢？我就是。拿一百块钱。报出来。哎。姐，不好意思啊，你打车回去。你不要看车了。所以也不用你去。所以你发现，不管是来什么，他这个气囊一定要好。那你测气囊，测气囊也一样的。你的车是不是提速挺慢的？像你这种车，百公里提速应该在2.8秒左右，但我估计你这车肯定达不到，因为你的二缸和四缸发动机有问题，抽空可以查查。
你怎么知道的？猜的。你怎么知道的？礼我不是我那个是，是我的那个啊，你帮我卖了呗。我卖给谁去？你不是广告公司的吗？你打广告啊。你当初弄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这书不行，一点卖点都没有。哎呀，你让我给你打广告，我广告词怎么写？怎么写啊？就说。史上最逆天的漫画书，然后呢？就因为太逆天了，就卖不出去。吃饭，吃饭啊，吃饭。我姐夫呢？干什么？想让他帮你卖啊？他那是大学，可以卖给学生啊。别想，别想啊！他明天出差了。哎，糖糖呢？理论上来说，这书不该你自己卖呀，啊？你怎么都揽到自己头上了？老孔非让我去卖。小舅舅，什么人？舅舅。行，下次去买刀。哎，小聪来电话了啊！啊，进来。哎，怎么说？进来，进来。听说。哎，聪啊。哎，赵叔，我妈怎么样了？啊，没事，都挺好的。好，好，好，辛苦你了，赵叔。哎，我早点回去。好，好，好。糖糖，你看没看过小舅舅的书？看了。好看不？不好看。过来，糖糖，你过来。糖糖，好，这样，明天开始，每天带上四本《小骆驼兰迪》去幼儿园卖给小朋友，好不好？好。卖一本。舅舅就请你吃一包薯条，要多少钱呢？定价写了呀。李彤，干嘛呢？啊，想把我儿子培养成你的业务员啊？过来，过来，糖糖，来吃饭，快点，糖糖，来。快吃吧，别凉了。嗯。哎呦！哎呦，怎么样了？啊！哎呦，这头晕呐，跟坐了船似的。哎呦，难受死！你吃饭了没有？要不要给你熬口粥啊？喝口粥。哎呦，吃什么也不行，我现在是吃不下，拉不出来，不如死了算了。那怎么办啊？哎，医生怎么说啊？你别老让我说话，行不行啊？难受。怎么突然血压这么高啊？哎呀，还不是着急急的。大夫说，我这病了不能着急。你说我从小啊，你从小，我就跟你操心。我从小，你这长大了也没让我省心呢。你说怎么就没有人替我分担呢？我都难受。行了，说病了，别扯别的。你不操心不就行了？把你扯顺了，我的病就好了。哎，对了，那吴桐来电话了吗？我去给你熬口粥去。哎呦，死丫头，这么不懂事儿。
是 VIP。什么 RP 啊？VIP 病房啊，就是那个有这个洗手间、彩电、淋浴、可劲儿冲，一个人可劲儿造。多少钱啊？400一天。400？对，这不是抢钱的吗？要那么贵干嘛呀？普通的就行了。普通的已经没有了，就剩 VIP 了。哎，你不是说你那个侄女是什么主任吗？主任不行，院长也不管用，因为这个假病人呢，不能和真病人抢这普通病房，就这一间，晚了还就没了。您看着办，豁出去了。是，这该花的钱您还就得花呀，您就得付出代价呀。您也不想想，您一天花个400，估计也就去个5-6天。别嘚啵了，我这烦着呢。46，2400。哎呦，您要拿2000块钱。妈，回来了。你妈突然不舒服，我们先去医院，为免你担心，所以没告诉你。你下班后给我打电话。赵叔，我妈现在怎么样了？你们在哪个医院？好好好，我马上过来。还缺什么呀？那个，就是你看人那个病危的病人那床前，不都有一个那个小电视？嗯，上边有那个线，嘚嘚嘚嘚，后来就变直了的那个。死了才直呢。我是说，那你像也得插点什么管子呀什么的，也就这。你还嫌遭罪不够啊？只要能把小聪给吓唬住，那遭什么罪我也得受啊。你说是不是？你看这光秃秃的，这行，我去找大夫，有什么咱就上那儿吧。对，好。怎么了又？帮我给调慢点儿，啊，调慢点儿。这不已经很慢了吗？我是怕小聪来之前就打完了。行。再慢点儿，麻烦58床在哪里？里边左拐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啊？大夫说是枪梗。什么是枪梗？就是枪就是血管里边的大面积都堵住了，这堵得严严实实的，得通啊。通。现在通了吗？正在通啊。那什么时候能通好呀？还不知道啊，正在通。那医生怎么说呀？医生说情况很严重，轻微的呀，就是中风偏瘫，严重的呢，就准备后事了。有这么严重啊？你没吓我呀？没有，美丽，你心真狠。这怎么都直线了呀？啊，赵叔，怎么都是零啊？赵叔，你麻烦医生。医生，不灵啊！赶紧，没通电呢，没通了。那这个正常吗？是，这正常吗？咱不管，病人需要安静啊！来，出来说，有话出来说。小聪，你知道你妈得的什么病吗？不是枪梗吗？
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病你没告诉我呀？不是，这个怎么说呢？现在医学上有些病他根本查不出来。你妈这病吧，她生生她是急出来的，她得的是这个啊，什么病啊？到底啊？心病啊。心病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人着急，事儿多，急坏了呀。小聪，叔跟你说实话啊，你得有个精神准备，回去好好准备准备。今天什么仪器都用上了，吓人呐！啊，当然你也别太着急，咱们一起来度过这难关啊！是医生让你跟我这么说的吗？没有，医生说就是别着急，要等待观察结果。说话，你别说话啊！你好好休息，我在边上呢。别说话。说什么啊？我叫不到他了，他跑了。妈，你大点声，我一句都没听见。死我不怕，我怕我死之后啊，你还没嫁出去，谁照顾你啊？那我就死不瞑目。你不会死的，你别乱说啊！说完了吗？你不会死的，不会的。就这两天给你送过去，没事，不客气。
我这个助理这个不善言辞啊。哎，但是不瞒您说啊，他画画特别好，我专门让他呢给顾董事长呢画了个效果图出来。效果图？效果图？嗯，效果图。这个，您看，这不就是顾董事长带着他太太在天空中自由翱翔的效果图吗？您看，就是不卖唱片剧团。师傅，你还真撒手不管了呀？我可是你手把手带出来的徒弟。自从去年立秋，我就没徒弟了。没事，不能怪我，又不是我勾搭张华的。你还想勾搭他？你去试试。你还真勾搭他，我还能看个乐呢。我保证，如果以后我再看到你男朋友劈腿，我一定如实汇报。我给你喇叭要不要？我真错了，那车是我朋友送来的，我跟人家把牛皮都吹出去了，结果修大半天，连个空调小毛病都修不好。你让我的脸往哪儿搁呀，师傅？师傅，我真错了。哎，不，就这个车，我求你了，你帮我修吧。哎呀，师傅，就是死活不出风，就是空调的毛病。制冷啊？制冷啊，就是不出风。你出风口查了吗？查了，没问题。拿一手电给我。师傅，手电。多大？你怎么知道他家有小孩啊？你跟他说，以后上车别让孩子吃葡萄糖。哎呀，师傅你太神了！我说呢，师傅你太伟大了！哎，我怎么你了我？我招你惹你了？我把你们家孩子扔井里了？对不起，阿成，我就是有那么一点激动。那是一点吗？就一点啊！你知道这单生意少让我挣多少钱啊？你是一早就知道要卖给顾长健是吗？怎么了？卖顾长健怎么了？他招你惹你了？你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人家是有名的企业家，怎么着？他把你孩子扔井里了？他抢你女人了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也看出来了，咱俩是性格不合，五行相克。你赶紧给我搬走！搬走之前，把你欠我的钱都给我拍着，甭废话啊！是什么？不卖？哎呀，有钱还有不赚的？是生意人吗？你真不会办事儿！你能不能跟他好好聊聊啊？啊，什么叫公关？你知道吗？你就多跟他谈远点，谈谈人生是吧？人的这个生活这个远大目标啊，为什么活着？是不是你得多跟他谈谈嘛？就把关系拉近了以后，你这事儿不就办成了吗？行，这还用我教你啊？行，这哎。哦。怎么了？哎，没事儿。这过些日子不是这个咱们这个结婚纪念吗？我要送点东西。打算送我什么呀？现在不告诉你，就到时候给你一个惊喜。
你呀，送我的惊喜已经很多了。真好喝，赶紧的，赶紧走。行了，你过分了，怎么我？我说了搬，我肯定搬。你不能不让我带我自己东西走吧？哎，你到银行贷款去，你是不是得抵押呀？我抵押我，那我怎么活呀？这是不是我东西？是你东西，那你凭什么扣着我给我？你欠我钱的，我欠你，我肯定给你嘛。你给我什么呀？打呀！意思，不是现在我没有钱了。把钱拿来，我什么时候把东西还给你？那你这么多，我怎么吃？怎么住？怎么用？怎么喝呀？那我不管，那我这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，是不是什么东西啊？那怎么办？那我赶紧走！我告诉你，强，就这些东西肯定都比我欠你钱的贵呢。赶紧走！你是谁啊？我是罗小聪。罗小聪怎么了？我是许杰的朋友，是许杰托人找的他参加我以前一个朋友的婚礼的。哎，对对。那个上回那个租他那婚礼那钱你给他了吗？我忘了。什么叫你忘了？明明就是我没有跟你要啊。哦，对不起，是他没要。合伙你们俩合起来蒙我呀？你为什么不找他要啊？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我说他的钱肯定是我从我这边出给你。不是你缺心眼儿，你不要钱啊？这方方面面的不都得花钱吗？你换个灯泡不还得花钱了吗？你换过吗你？对不对？你说你整宿的，你开着灯画画，你那电表蹭蹭蹭的走字儿，你心疼吗你？啊？你说你哪回洗澡是吧？那水，你洗澡的时候你少过半个小时了？你以为流那是水啊？那是我心里在滴血，你知道吗？你以为我那钱？欠你多少钱？4800。这是5000，甭找了。坐，不坐。普通给人倒水去，没眼力见儿。行，来，拿点东西，走人啊，走吧。方呀，我没说你，我已经替他把钱给你了，你还撵他走？大晚上他上哪儿住去啊？这钱是他以前欠我的，以后怎么办啊？他没工作呀，他不会挣啊，挣了不会给你啊。那我找谁去啊？我找你要啊。你找我。干嘛？把电话给我写上。咱家这根葱啊，我都病成这样了，他怎么一点没反应啊？是不是我们装的力度还不够？还不够啊？你都快让他给我办后事了。切！看来还得另想办法。钱我会尽快还你了，不着急，你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我，别成为负担。你不怕我是骗子？不怕，我妈已经把你身份证复印了。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我相信你不会啊。反正不管怎么说，今天还是要谢谢你。你跟那哥们不是朋友了？我在北京就没有。以后有事情来找我。我请你吃顿饭吧。你还欠我钱呢。不，我请吃饭，你买单，都算我欠你的。啊？今天不了，我妈住院了。怎么了她？腔梗。这么严重？你知道这个病？这什么病啊？就是脑袋梗住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呀？可能是气的吧。因为你，张华，
哎，你跟他讲过去的事情，不要纠结了，你让他别生气了。啊？他可能觉得，万一他要走了，都没看到我结婚，他连个能托付的人都没有，所以就着急。你也是的，那你就降低标准，加一个让他安心啊。我上哪儿找人去啊？我这个人平时对人都很仗义，可真正的我需要人帮助的时候，连一个愿意跟我结婚的人都没有。你就借我5000块钱，平常我就充气。你想多了，姐们不是这种人。我先回去了。再挨近一点，啊，来，1、2、3。